12年来的学校生活，我不停地被欺负、被勒索，大家都认为我是苏拉、是懦夫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变成大流氓，我当上重考班的老大，我一定要变异。买一个那个罐头樱桃的红色的那一种，拜托，请你帮帮忙，真的不好意思。那就算你明天来也买不到，那是当材料的，我们是不会卖的。可是就是，走了，不要了，送你。喂，干嘛？我在锁门呢、啊。啊？你说哪里？长安东路那一间啊？好好好，我等一下过去哈。我们赶快走啦！等下被抓到怎么办呢？不会啦，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吃到樱桃的。找到了！哇，这么大罐啊！可是我们这样很像小偷哎。小偷？不会啊。因为我会付钱啊，16000买这罐樱桃，一定够的啦。世子，谢谢你，赶快吃吧。心情要好一点吗？嗯，好多了。今天谢谢你。不会。对了，既然你们那么恨风华，为什么还要把地卖给他们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爸说他们花了2500万。我们真的欠阿姨很多钱，我想这些钱应该够还了吧。是哦，快跑快走！奇怪，刚刚好像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
在这里啊？我们等下怎么出去？警卫怎么进来的，我们就怎么出去啊？也对，走吧。一个情色的暗示吗？不可能，乔吉怎么可能那么肮脏？不过乔吉连这一种事情都是第一次做，那肯定在其他的方面他应该也都是第一次才对哦。赤子，我想回家了。是吗？你不生气啊？我还是气啊，不过不是气我爸，因为该死的是凤凰饭店的人。也对啦。现在很晚嘞，你家要住山上，要不要我送你回家？好啊。世子，今天谢谢你。不会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等一下，我差点忘了，你把它摆在冰箱，想吃的时候就可以拿来吃。你这么希望我心情不好啊？没有啦。谢谢。不会。你早点休息哦。拜拜。拜拜。是是是，黄警官，怎么样？哦，好的好的，那麻烦你们再找找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去哪了？我昨天晚上找了你一个晚上。我出去透透气而已啊。乔琪，对不起，爸爸没有能力保护这块地，我让你失望了。爸，我不是怪你，也不是生你的气，只是你这样子做，感觉你像把妈妈遗弃了。不会的，我永远都不会遗弃你妈妈的，乔琪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替你妈妈找一块更好的地方，我会出去工作，我们重新开始。爸，我想要去打工，帮你一起还债。你还是好好的念书。